怎么那么矮？哎，怎么还没有发筷子啊？那一位？啊，我要放在哪？放在桌子上就脏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就放啊。不是你要照这个位置嘛？在他每个人位置呢？他有一个炒空心菜，那你炒空菜。好，油脂哦。谁要吃多少？已经办完吧，你们三位都办完。办完是什么？这么大碗，我办完。一碗。已经开到哪里？你那里啊？那这个就是我的啦，我就这边是的，我就这边。我。等一下，哈哈。你这个没做呢。妈妈，妈妈，你看看，你给我说完，你快点。位置都很固定的啊。对嘛，那么多菜。啊，你就送，你袂使食，你比较肥的食。啊，伊两个，伊两个拢足送的。停不停？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这张搞笑的。金伯廷，等金伯廷来吃啊。坐嘛，你来吃。爷爷问你怎么没有吃。我在。而且我开养乐多有一个秘技开法，你知道？不是从屁股我不用用手就可以开，要不要开点你看？我开之前你看好不好？我不用用手就可以开，就可以开。